就是它本来是只是长这样，但是我希望能够做出类似像这个效果，这有点像是一个菱形的渐层。那题目里面呢，大概有一些相关的要求，大概有哪一些要求呢？我们来看一下里面，大概 最后第四个步骤，在这个背景的地方新增一个图层。那这个图层的这个什么呢，然后填满，图层名称他们也讲用什么 名称啊，不过我们就是先新一个图层，然后呢再利用光谱渐层，就是填满，然后接着将图层设为混色，不透明度 100%。 好啊，结果类似像刚刚看到的结果。然后首先第一个，我们先新建一个图层。那怎么新建一个图层呢？直接应该还有印象吧，在我们的这个图层的这个地方，图层这个面板的地方，好，图层这个面板的地方，这个是图层的面板，好，图层面板，图层面板的这个位置的下方有一个垃圾桶，我想我前面有讲过了，垃圾这个地方有个垃圾桶，这个垃圾桶是要把某个图层给删除掉的。那如果你要新增的话，在它旁边，这个是什么？有没有看到？建立图层，旁边是删除图层。所以如果你要建立一个新的图层的话，删除应该会吧？删除拖拉过来呢，放到垃圾桶里面，它就不见了，那个压就不见了啊。复原就 Ctrl L T 加 Z， 再把它复原一下。因为刚刚同学有问了 ，Ctrl Z 好像会有会不会没办法复原 ，Ctrl 加 L T 哈。那如果你要新建的话，这边有个新建，按下去，上面就有个图层哈。那题目没有说要叫什么图层啊，或者干脆你把它叫个光谱好了。OK， 好，那我需要在这个图层上面做什么事呢？接下来做一个渐层，它这个地方有个叫渐层，渐层工具里面你把它点击，点击下来之后的话，第一个各位请看一下上方我们要先找一个什么颜色，一是找什么渐层这个，二找这个，那我需要的是一个什么呢？光谱啊，光谱是哪一个呢？光谱是在那个左下角这个叫光谱，所以特别就要点这个箭头找到光谱，好，这个第二个，第三个找菱形，所以先点一下光谱，这个光谱好，那再来找菱形啊，预设是好像是由左到右或者由上到下啊，还有什么呢？由内到外或由外到内，那我们可以往这边找，找到最那个右边这个就是菱形，所以你把这个它的效果把它改成菱形的。好，再来的话呢里面还有所谓的不透明度啦，预设好像是已经 100% 了。好，那我们知道怎么做，先把它缩小，印象中是先缩小，缩小之后的话呢，我们再把从外面往里面拉，好像从里面还到外面有点不太记得，没关系，试试看好了，由里到外拉到外面来放开。 OK， 各位有没有发现有一个菱形的效果出来了？那你如果 Ctrl L T 加 Z， 其实我不太确定怎么样做最像啊，我大概印象中大概是由上到下，或者由上，不，这不对，应该由内到外好了，所以应该是由内到外，所以记得从里面拉到外面，到哪里我你们大家可以试一下，看哪一个是最接近的放开。不过做出来跟原来不太一样，为什么？因为它把底下的东西盖住，除非把它什么眼睛盖掉，才会显示出来。所以这里特别注意再多一个效果就会变成刚刚那张图看到的上面一个正常，对不对？请你把这个正常改一下，改成哪一个呢？题目里面有讲到，就是把它的那个原来的这个地方的效果把它改成颜色。那所谓的颜色就是只保留颜色，但是呢它没有，只有颜色的这个透明度，但是呢没有什么，没有原来上面盖住的颜色，就是有点像半透明的感觉。好，把它点击，有没有发现就出来，好，类似像这样的效果。当然不只是这样的效果啦，你也可以未来你可以试试看啦，比如说这边还有什么很多什么溶解等等的，比如说绿色好了，你会发现绿色就是类似像这样，有没有？你先拉一个形状，然后呢有绿色的就中间，没有绿色就外面这些。好，还有什么呢？还有柔光，有没有柔光类似像这样子？那只要有一种线性光源类似像这样，所以每一种都会有一个不同的效果，像差异化，有没有？感觉有没有 ？Ctrl 加好了，放大一点点，这个感觉很炫。然后呢，不过这题目排除，排除类似这样。
那色相又是另外一种。那题目是要我们做什么？做那个颜色，保留颜色。所以你把这个颜色做出来之后哈，请各位再跟原这个他要的这个 TIFF 档比对一下，有没有？哎，基本上一模一样哎，有吗？几乎一模一样了。好 ，OK， 这个我也试很久啊，有没有？几乎一模一样哈，还哪里不一样？哎，对，它在上面，对不对？所以这个时候怎么办呢？其实还有一个方法，把鸭子这个字怎么样放到图层的上面，这个怎么样拉上去，放到它的什么？它的上面。哎，有没有发现？再切过来看一下，有没有？就几乎一模一样了。好、哦，应该懂那个意思吧？因为如果你在它的下面，那个效果它就会盖，就会用在这个下面的图层。但是如果它在上面的话，那就没有这个效果了。OK， 好，请各位试一下哈、哦。我把那个重点提示一下，我刚刚是先把它怎么样，先缩小，然后利用什么呢？这个渐层，这边的什么光谱，菱形，由内往外拉啊，记得由内往外拉，再改它的什么，改这个的颜色就 OK 了。好，好，把画面先还给各位一下哈。那当然，如果你将来要做一些变化题哈，在你可以把那个颜色改成其他的效果，哎，它一改。它就会有一个效果出来。那利用这样的方式哈，其实你以后呢，如果要做一个什么样的，你就是不一定要用菱形的啦，你可以用很多种方式哈，它由内到外，或者是由左到右等等的相关的渐层，然后呢，你在上面盖个颜色，这样子的话就可以做出非常多种的变化了。好，那感觉哈，其实就可以做出很多的这种不一样、奇奇怪怪的一些。你想要的一些效果就可以哈，要不要帮你达成哈 ？OK， 这里的话，请各位哈先试试看这个部分哈。